我魏璎珞，天生脾气暴，不好惹。Hello Hello Hello， 富察侍卫来了。哎呀，你们都不吃啊，我就觉得我好罪恶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像 casting 建组一样的，就为了白鹿后面那个戏建组。啊，你们讲讲你们试戏的感觉。觉得老师，你以前我就试了一场戏啊。我运气比较好，我就试了一次戏，招摇。你招摇试过戏吗？招摇见了一下导演。那你就是没试过戏。基本上我们试戏分两种嘛，一种就是让你去演嘛，还有一种导演聊上两三句就觉得很好就定了嘛，对吧？那你就属于后者，比较幸运的。对，幸运。我真的是从来公司以后才能开始试戏的。哦，之前你也试戏啊？之前就建组无数次，但没有一部是试上的。也挺怕建组的，因为没成功过就有阴影。经验都是经验。现在建组也很难吗？我当时建组都几年前建的了。现在只会比以前更难了，因为娱乐圈寒冬吗？现在就是试完都觉得聊得很好，然后也觉得自己也感觉很好，但是就是可能人家有更好或者更多的备选，现在就是这样，竞争比较大。前段时间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导演、不同的组去建、去试，觉得其实还蛮适合的时候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因为现在确实这一行你也知道是寒冬嘛，其实不太好混，对。嗯，白鹿是个特别有想法的人。没有，他有的时候我看他还挺主动要求试戏的啊。你去见还是试一下比较好，对，人家会对你有个底。嗯，你看他是什么样啊？之前一个戏女一号找他，北文女孩，他看完剧本，他不喜欢女一号，他喜欢演女二号。去见面当天，他有非要试戏，就给他试了一段戏，试完以后导演就不用他了，因为导演觉得他要的是一个温柔的，觉得白鹿太有个性了。其实你温柔起来挺温柔的呀。不是，我到现场绝对可以，但那天可能我试的感觉不是他要的。因为有的时候试戏是这样的，好的演员都希望把自己另外一面展现给导演的。但这个另外一面有的时候就不是导演要的，一般导演看中谁就是谁的本色，或者你上部戏演的感觉。我不这么认同，我更喜欢颠覆的感觉。你看景琰以前一直是很温柔的，还没演过不温柔的角色。你误会了，我就是过年想我爹了。那魏璎珞之后他就变刚了，谁要是再唧唧歪歪，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他。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师哥师姐来传授一些经验给小朋友们，因为他们都很小，然后有几场戏就要你们去搭一搭，大部分交给白鹿。跟他们搭戏你们不要保留，因为如果你们很强他们也很强，那么他们正好展示一下他们的演技，如果你们很强他们弱了，那让他们知道这一行不是那么好混的，继续努力的去学习。好了，各位演员，今天我们进行我们第二场的试镜啊。这次试镜的是我自己写的一个剧本，叫《玉楼春》。今天请来我这次《玉楼春》的女一号白鹿啊。另外呢，还有徐凯、吴景琰一起配合来跟大家搭戏。然后是 casting 团队的老大杨念波。Hello。好了，一会儿期待大家的表演。则手段的贾逢源。今天我演的是吴月红，然后我准备的是那个第一个片段，所以画了个半边焦的嘴，挺好看的哦，特别好看。凯凯，你要不要跟他来一个？来吧，来来来，等一下，我还得戴个头巾。演员王鹤润饰演吴月红。美人卷珠帘，低首触蛾眉，但见泪痕湿，不知心恨谁。郎君，
君，你看我有何不同？我知道你爱那惊鸿，翩若惊鸿，可是我这体态飞扶，凌波威武，郎君，评价一下呀。荒唐，荒唐至极。大爷，你别走啊！荒唐，应该说我像块糖才对呀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我觉得他应该演美女，然后他突然来演了一下吴月红，我也觉得莫名的还蛮适合你的，真的，可能你有这种潜质。啊，我很喜欢，我觉得很可爱。谢谢谢谢。我觉得贺润这个角色非常适合你啊，就是你唱着跳着，如果演一个活泼的角色的话，能把场子带热，这个是你的能力，很活跃。我不知道，我不太会唱，然后唱成了《五环之歌》。但是贺润这恰恰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我觉得谁也没有规定吴月红要怎么唱，我看整个我就没有出戏的。人物的心理状态就是在歌声里面也能听出来。她想那老公爱她嘛啊，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我没觉得你特别爱她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么看很好，到这里放大特写的时候就觉得缺那么一点点啊，但她呢却把对你的厌恶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好，可以了，谢谢谢谢，很棒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能听见吗？听着了，嗷嗷的，太可怕了。什么？有请演员辣妹杨紫。哇哦，杨紫要来了，我还没看到她，我已经想笑了。很期待杨紫。好喜欢。辣妹杨紫。各位老师好，我是辣妹杨紫，毕业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，今年24岁了。好可爱啊。你演什么？15的31是吧？徐凯来跟你演。哦，好，第二段哈。我怕我笑场把词给忘了。别呀，凯哥。怎么了？要你管。像个小肉包子似的。习武之人，碰撞一下，难免的事。那你不得小心点啊。哼，你不去找你的线来搞我干什么？是，我承认，若论喜欢，我更喜欢你讨厌。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他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反而觉得他不是我想要的了。自从跟你朝夕相处开始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我无时不刻都在想你。虽然你承认了错误啊，但是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你纳妾的。不过呢，我也不是什么铁石心肠的人，那我再考察考察你吧。如果以后啊，你要是再敢宠妾灭妻，绝对饶不了你。快坐下吧。想想包子，受气包。药膏呢？哪里啊？疼吗？嗯，不疼，疼不疼？
好棒啊，太可爱了。